算了，俺闺娘这谈了个对象的，这么久了，要过几夜来提亲，这都这么个点了，哪么这还不来？我阿姨，来来，站住！宋和尚，俺们来的这么晚啊？阿姨，怎么我这个上班的时间不固定？那你是干什么工作的？我和国企合作。国企啊？哪家啊？电网，那个他们拉电线杆子，我在下面捡他们剩下的料。我还跟着这个各种潮流走。比如说，垃圾分类。垃圾分类。行行行，那你今天来这什么意思吧？我今天来肯定不是收破烂的，我今天来是想，哎呀，我就直说吧，那个我和薇薇啊也谈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们俩的爱情现在应该更进一步，就想过来问问这个未来的老丈母娘，你这个有什么要求没有？哎，就是来提亲呗。哦，说要求啊，我这个人啊，既开明，又有分寸。我绝对不和他们那么俗气，我也不要吃，我也不要放。咱吧，就俺叫兰姐儿，来给我彩礼。啊，这还能兰姐儿？哪么个暗法？你宋伯达，你有多少斤啊？我啊，这我老棒是了，我大包得有最少一百斤。一百斤啊？嗯。那咱就按照你的体重来，一斤给我2000块钱，你说啥就行了。按照我的体重来啊，一斤给你2000。嗯。2000。这个我知道。我唱收破烂，1000-2000，你才38万。咋么了？我你们个好闺女，我要你38万多吗？说实话有点多，要不打个折。咱们还有讲价了，这是？以后都是一家人嘛。行行吧，那我给你打个8折吧。打个八折好像也得30万，30多万。不，这个你不会来这菜菜都没有吧？我好了，这个阿姨你放心吧，这个我就回去减肥，你给我3个月时间，我包着瘦成一道闪电。减肥啊？嗯。去去去去，搞事！切，那姑娘这是个什么眼光？这都是什么地下？这是？喂，薇薇啊，哎，太别提了，快愁死我了。对呀，我见着恁妈了，恁妈说，哎呀，说这个彩礼啊，得按我的体重称，1斤2000块钱，我算了算，那才38万，我上哪挣那么些钱去？这。
哎，你这个法倒是挺好啊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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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太机智了，爱你，嗯，嘿嘿。怎么了？这是减肥成功啦，又跑来啦？啊，你倒没有，我还胖了6斤。我看也是。彩礼准备好了，这是？哎呀，这我也没带个袋子啥的，上哪儿挣那么多钱去？就是嘛，我看你空手来的，什么也没带。你这意思是彩礼没准备好就是了？彩礼可能一分都没有，因为我没有返现。哎，来电话了，稍微等我一下吧，阿姨，过会儿咱俩再忙。喂、啊。啊，我是啊，你好，你有什么事儿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是咱们这边街道拆迁办的工作人员，我姓刘，叫小刘就好。啊，小刘，有事儿你说吧。嗯，是这么回事啊，咱们街道拆迁啊，已经拆迁到你那个位置了，您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把合同签一下？嗯，合同，不是我那个房子哪么个批我啊？您那边不是总共面积的话达到了800平吗？这边给您粗略的算了一下，如果您要拆迁款的话，大概在1000万左右。如果你想要房子的话，价值在10个商铺左右。您看您哪个合适？哎呀，1000万还有10个商铺，这也不算多啊。到时候咱见了面再说吧。行，这只是粗略的计算，等见了之后啊，还要详细给您计算呢。您看您什么时间有空，抓紧时间过来办理一下，好吧？谢谢谢，我知道了。嗯，那就不打扰您了，祝您生活愉快。哎，再见啊！哎，真烦心人，老给我打电话。那家这是有房子的拆迁啊？小地方也不是房子。就是俺家不是那个我老搞那个垃圾分类嘛，俺家买那个垃圾场要拆。哈哈哈！听那意思还不少，是不是？也没有多少，1000来万。嗯。这俺家还有俩垃圾场没拆呢。行行行行，咱先不说那个了。咱说说彩礼的事。这彩礼有点多啊。什么多少？我跟你说。我和你说的那个彩礼的这个事儿，我其实和你开玩笑的，我那就是想测试你一下。开玩笑啊？我可以理解啊。这那我和薇薇这个事儿什么事？哎呀，你就说安桂明吧，他能找你这么个好女婿，那是上辈子生儿高香。你看看你，白白胖胖的，健健康康的，多么巴适的一个小伙子。你找丽姐吗？哎呀，行，还好。那俺俩明天说定事儿了。行，以后你在家先和恁爸恁妈商量商量，再找个好日子，咱就举行个仪式，行不行？好了。哎呀，妈，爱你。那我走了。好好好。路上慢点哈。哎呀，俺闺女真有眼光。真给我找个好女婿了。